恭迎校旗进场。首先进场的是由董世宏老师所带领的高二甲班，主题是有观众。
带领的高二丁班，主题是我的80年代。Thank you.
所带领的高一甲班，主题是蜕变。加油，转！进场的是由陈希之老师。好，我们谢谢财富老师的表演。
是迪士尼。
由江怡生老师所带领的外语二，主题是小丑。Fuck!
接下来进场的是由庄汉祥老师所带领的国三二班，主题是 Monster。Oh, baby!